我家宝贝过敏，怎么越来越严重了？一个多礼拜了，症状也没有改善。妈妈们，孩子过敏症状加重，很可能是脏空气所引起的哟。长期暴露在空污环境下，会降低免疫力，产生严重的过敏反应。别担心，记住这四招来保护家人吧。第一招，过敏族群外出，尽量戴口罩。第二招，空气品质变糟时，减少户外活动。第三招，多摄取富含维生素的天然食材。第四招，透过益生菌提高免疫力。爸爸妈妈，别忘了要积极调整孩子的体质，才能减少空污过敏哦。耶！拒绝过敏，我是健康宝宝。